我姐现在是全能。我拿它练手呢，练好了之后我就给你做啊，就得可他霍霍。上次给我做美甲了吗，小曼？嗯，我觉得你学一项技能行，你看我现在能种睫毛，他能做美甲，你整一个啥？你哇，哈，马卡龙，打死你！哎，但是那时候说4800学马卡龙去，去3天，学费4800。我哪天请你们去吃去，咱们一人一杯咖啡，然后一个马卡龙，去尝尝他家。你知道那马卡龙多少钱吗？咱们说一下，20多块钱一个，不38吗？一个，20多个，嗯，一小个，的，嗯，哎呀，去能不吃去？凉面条了哈，不好吃的你看咱俩一样，我也不爱喝那玩意儿，我这设备也不是很齐全，所以整的可慢了。这个是整完的吗？嗯，我去学纹眉吧，给你俩纹眉。拉倒吧，你看我这眉毛用吗？嗯，你眉毛确实挺好。夹子没找着，就拿着这小镊子整，所以老费劲了。他俩在那种睫毛，我在这眯一会儿。完了，这雨下的是越来越大了，还刮上风了呢。这是种完的效果吗？嗯，感觉没种一样啊。我种的是自然版那你以前睫毛不也这么长吗？的。哎呀，这个睫毛不够长啊，下回换那一款。行了，给你关灯了，你再眯着吧。咋走？我爸来接我，我俩去接我姑娘，要不然我骑小电驴我不废了。这睫毛师接完了也睡觉了，再见。我爸过来接我来了，下大了。是吧？我还寻思能停呢，我好骑小电驴。这天怎么骑呀？多亏赶着你休息天，不然我咋整？那我就走路。太大了。带着我爸去接我姑娘去，这老头可犟了，给打伞就不打。这老头三心五眼的，嗷往那跑。我爸在那猫着，说要逗逗萌萌，这也不打个伞，你说？接着我姑娘了。啊？那头啊？这老人来接孩子就是不行，要啥就进去给买啥去，劝都劝不动。买啥去了？哎，没有什么，我都挑的是便宜的东西。妈妈，上次我咱俩进那个店，我挑了个喜欢的，但是被人给选走了，然后这次我就挑了个这个。进去吧。爸，你也不打个伞，你想咋长个儿啊？不用打伞，就这点雨还打伞？干啥呀？充点气儿。哎呀妈呀，这随身携带的打气儿的。随时随地给车打气儿，你这装备还挺齐，能打起来吗？我怎么感觉它劲儿这么小呢？该充电了。啊，充电了。咱俩到了，跟姥爷拜拜吧。姥爷拜拜。拜拜。把我姑娘送上楼，又跟我爸出发了。我打算回店里把我的小电驴骑回来。我看这功夫雨也下得小了，明天晴天的话，我还能起早骑车送萌萌上学。不然的话，还得小李子送。小李子最近这两天任务也可重了，早晨5点多起来，起早去给棚地卸菜苗去。这道上的水都这么深了。